你能出来一下吗？你有事儿吗？有事儿，还是大事儿呢。那就在这儿说吧。好。夏助理，我上回跟你说要你当我的引路人，你到底当不当啊？我当不了，我没那本事。你看，你就别谦虚了，引路人呐，就是抬手指一下，有什么难的？你只要指点我一下，我就会成为你的作品，有作品多好啊！小樱桃，你现在的方向十分正确，只要你用心开花店，蚂蚁就肯定能吃大象。我那蚂蚁真能吃大象？能，肯定能吃大象。那个，我先有点事儿，先走了啊。你咋不早说呢？我花店已经兑出去了。你咋的？你慌张啊？干啥去这是？主任，那小樱桃是不是有啥毛病啊？啥毛病？毛病？啥毛病？我是说，正常吗？正常啊。怎么了？你有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啊！怎么了？走了？你看见了吧？找我呢，要让我给他当引路人，哎，他还要当我的作品，你说这都哪有哪儿啊？他是看上你了？啊，不能吧？有啥不能的？你看，他主动让你给咱们当引路人。那这是向你靠近的，他也没啥理由啊，这不是个由头吗？那他也太猛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丫头脾气我可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他要看上谁，那肯定是穷追猛打，反正时间长你能习惯。哎，主任，这我可习惯不了，你得跟他说说。我跟他说说，我一个老头能说这事儿吗？你想啥？你人家看上你了，我有什么权利说？那不行，我是干啥的？那他总不能干涉我工作呀？那这事儿你……那哎，我找机会我跟他爸说一说。哎，那也行啊，行，反正你得说。受不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看你把你吓成那样，你也没经历过啥事儿，你说你……这是没遇见过。好嘞。好嘞，好嘞，嗯，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嗯。刘烨，康复怎么样了？情况越来越差，现在住到江城医院去了。住院了？他不就是上火发烧吗？医生说他的肾出了问题。肾出问题了？哎。他不一直在吃地黄丸补肾吗？怎么肾还出问题呢？医生说这药吃多了，反而补反了。补反了？哦，这补肾还分反症吗？有反症，医生说这肾虚也分阴虚和阳虚，这不能乱补，这药吃多了反而补反了。哦，哎呀，看来这药以后还真不能乱吃啊。那已经这样了，你别着急啊，那抓紧时间治病吧。是，他现在都成这样了，我也不能不管他。那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你要有难处，你就跟我说。他的钱都输光了，眼下就剩下这么一群鸭子了。我想把鸭子卖了，给他治病。可又不知道这鸭子卖到哪儿去。哎，这鸭子不能卖啊！这养鸭场现在是你唯一的财产了，你卖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你需要钱啊，钱从我这拿。不用了，海涛，我没道理要你的钱。我现在有鸭子，等我把鸭子卖了，再想别的办法。这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哦，那你把鸭子卖给我得了。海棠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想把鸭子卖给你。不是，你卖给我不一样吗？可你这鸭子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厂子也不需要鸭子。我有餐厅啊，我餐厅反正是要采购的。那这我可以餐厅做菜嘛，是吧？你说你一只鸭子多少钱？海涛，你这是在帮我，多少钱都行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佳琪。哎，海涛回来了啊。嗨，我呀本来想请人家行长吃饭，可是人家不知情啊。哎，情况怎么样啊？情况相当好，我一跟他们说咱们三兄弟集团要贷款，人家银行很感兴趣。哎，我呀真没想到咱们集团在江城的名气那么大。哎，尤其是红叶岭，我一跟他们提啊，人家全知道，还有几个人都过去玩过呢。那当然，咱们现在信誉是没有问题的。信誉肯定没问题啊，他们不仅知道咱们的风情山庄，连咱们的新企业人家都了解，我看抵押个几千万不成问题。那行，那明天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具体方案。哎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，我妈呀做了几个菜让我接冬年回家吃饭。哦，哎，行，那你在这儿等吧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哎，佳琪。啊，柳叶啊找我谈了一下，说是现在地黄丸病了，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，说是让我给他把鸭子卖了。你说我上哪儿卖鸭子去啊？要么全给他买了得了。啊，这咱买鸭子干什么用啊？吃啊。你可拉倒吧，那么多鸭子你吃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我不是说自己吃，咱们可以让餐厅给游客做烤鸭嘛。哦，这倒也行。哎，价格呢还没谈，我了解一下市场上大概是10多块钱一只吧，咱们给他30一只买下来。多少？30啊。我说你是慈善家呀，咱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柳叶现在挺难的，是吧？那我要帮他吧，给他钱还不能要，是个好机会，咱可以帮帮他，是吧？这事儿我交给你了，也算你帮我。你呀，全是感情债。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就算帮地黄丸那也合适啊，咱现在是强势不是吗？咱别跟落难的人计较啊。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明天呢就把这事办了。哎，但是既然这鸭子给咱们餐厅用，那也都别算在你一个人的账上，我看之前呢还是咱们风情山庄出吧。哎，我看行，这也合适。合适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哎，行，去吧。哎，怎么还不下来呢？爸。啊。好看不？闺女啊，又买一件。你买这么多衣服为啥呢？我买衣服能为啥呀？穿呗。我问你穿了给谁看？是不是给大学生看呢？哎呀，你咋知道呢？水上漂，说你见了大学生眼睛直穿火苗子，大烟斗，说你跟一杆旱枪似的，吓得大学生直躲。这个水上漂和大烟斗关他们屁事儿啊。闺女啊，你咋还听不明白呢？人家是笑话你呢。那大学生看不看上我你们说的算呢，我非得出口气给你们看看。完了，这是不疯不罢休啊。哎呀，这油锅还没开呢，米仓啊，你早点起来不行啊？我是水上漂啊，我今儿是老虎打盹儿，哪有那么准时的？等会儿啊。哎，水上漂，今天没啥新闻发表的？那能没有吗？想听就有。姐，那你发表吧。不行，记者还没来呢，去李长远。哎，
记者来了，想发表就发表吧。好嘞，现在我发表新闻。这个地黄丸呐，现在被转到江城大医院了。听大夫说呢，他是补肾补反了，把肾给要着了，情况就是这么个问题。哎呀，这我可真是头一回听说啊，补肾还有补反的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人家老中医说呀，那个肾虚分好几种，有阴虚、阳虚、气虚、血虚，是什么虚吃什么药，那不能瞎吃。虚哪儿补哪儿。哎哎，人家水上漂啥都明白哈、啊。老太太看地图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我还要告诉你们呐，这个肾虚啊，虚了你补，不虚可千万别补。那地黄丸也不知道自己虚不虚，就是瞎吃药，那还有好啊？是药三分毒啊，可不能当饭吃。姐，你说那地黄丸没事兜里揣着一瓶药，没事就往嘴里扔地黄丸，把自己扔医院去了吧？来，柳叶，这病咱不看，咱回家吧。病还没治好呢，等病治好了，咱就回家啊。看病是要花钱的，我已经把家都掰了，哪还有钱看病？留点钱呢，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啊。钱的事儿啊，你就放心吧啊。看病钱呢，已经有了，你就放心养病吧。有了啊？在哪儿弄的钱呢？他卖了，一只啊，能卖三十呢。卖三十一只？嗯。咱可不能坑人呐，丽儿，谁能买咱30块钱的鸭子？是卢海涛。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就是想白给咱们钱，好让咱有钱治病。陆海涛是条汉子。哎，在几楼啊？二楼。啊，好，走吧。哦，柳叶，舅，您来了，哎，来坐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柳叶啊，哎，常父的情况呢，我都了解了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呢，以长辈的身份，谢谢你。舅，您看您说的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。常父啊，怎么样？好点了？好多了。常父啊，老舅要走了，临走之前呢，过来看看你。老舅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啊，杨县长调到古兰县去了。老舅啊，是不是外人影响你了？哎，没那么严重。老舅这个年纪了，自己的事儿啊不重要，唯独啊就是放心不下你呀。上次呢，老舅处罚了你，那是老舅的工作，老舅不得不那么做，你别记恨老舅好吗？老舅，都是外人对不住你。常父啊，你的父母都没了，老舅拿你啊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。现在老舅呢离你越来越远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。你记住，你要认认真真的做事，清清白白的做人，老舅的话都记住了。放心吧，老舅，我都记住了。刘叶啊，我呢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这点钱呢你们收下，虽然不多呢，可是分量也不轻啊。老舅的工资啊，除了供你表弟念书，也剩不下几个，多少也是老舅的意思啊。来，老兄，这钱我不能要，这钱是你供表弟上学的钱。哎，我们养鸭子还挣了点钱，这钱你还是拿回去用。哎呀，
你们的是你们的，我的是我的。柳叶啊，你要是不收呢，那就是钱钱少。叶儿啊，咱就别推辞了。等我以后好了，咱多多赚钱，孝顺老舅。常夫说的对，来拿了吧，收着。谢谢老舅。常夫啊，你好好养病，老舅要走了啊。叶儿啊，给我送个老舅。哎，啊，我走了啊。保重啊。柳叶啊，别送了，你回去吧啊！谢谢老舅，再见吧。嗯，慢走啊，老舅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水上漂，啊，瞅啥呢？啊，我瞅游客呢。他们回来呀，我好给他们炒菜呀。啊，姨呀，你太热情了，把游客当祖宗供着呢。这话叫你说的，祖宗哪够啊？人家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了，游客是上帝。你想供人家，人还不上你家去呢，嫌你家埋汰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哎。哎，水上漂，我们回来了！哎，水上漂，欢迎你们呐！市长，赶紧进屋，好好洗洗，马上给你们做饭做菜。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好，请。哎，好，里边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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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有那心思啊，你就送到我家里去。那我进去了，那不等于要鱼吗？再说我也不好意思。你这人咋这么多说的呢？越敬你越拧腚。不是我拧腚，没你这么送的。哎呀，行行行，你搁那站着，这就是你家啊。我进屋拿鱼去，我给你送家来，行吧？哎，那行，这就当我家。得得得，别白活了。那你拿去吧。可真怪了啊！我儿子当个副总裁就这么大吸引力，网还没收呢，鱼来了。李长远，哎，这家看啥呢？聚精会神，眼睛都看掉出来了，咋不进去呢？进去干啥呀？还看啥？给儿子相对象呗，那多掉价啊！水上漂说了，这儿就当我家，一会儿他就到我家给我送鱼来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不信，你躲一边看着去。还找地方？我就在这儿站着看不行啊？那不行，那不等于我要鱼吗？你说的也是啊。这个，找个地方，背景躲在那儿。好，我看看是不是真的，看你是不是骗我啊！你看着我骗你干什么玩意儿？真有意思。长远呐，这两条鱼拿家炖去吧，还活蹦乱跳的呢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这一条就够了，谢谢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鱼，你是想这？你在那边、哎、不是啊？对了，你是这么能嘚瑟呢？主任啊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想跟我说点事儿？
等会儿啊，说点事儿。哎呀，怎么？是不是有小樱桃的事儿？你不是，是正事儿。啊，正事儿，你等会儿啊。嗯，就找了多少天这个材料？你说这哎呀，不知道整哪儿去了。啊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嗯，我听说海涛有个项目啊，现在正向银行贷款呢。是吧？哎，这事儿您听说了吗？那我也不知道。他现在翅膀硬，啥也不跟我说呀。那他没跟你说，我就替他向您汇报吧。你说。现在呢，海涛向银行贷款这个事儿有眉目了。嗯。但是我总觉得向银行贷款，他是舍近求远呢。啊？你看啊，咱们村很多人都去俄罗斯打工招商啊，是不是啊？啊。这么多年挣了很多钱回来。嗯，咱们为什么不把挨家挨户的这些钱集中起来？那能解决大问题啊，是不是？老百姓何必还上银行存钱？海涛又何必上银行贷款呢？不，你说怎么老百姓钱怎么集中啊？就别让海涛贷款了啊啊，让村民集资入股。如果这事儿成了。那咱可是为村民干了一件大好事啊！不是你不是你说的意思是，海涛别上银行贷款啊，把老百姓手里的钱就是不是贷给海涛，是以入股的形式就各拿多少钱入进去，股东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对。小霞啊，不是你这个脑袋怎么长的？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？那海涛不跟您说，您当然想不到啊！不是那意思。哎呀，小霞啊，我大烟斗如果把这个事儿能给办成了，我这辈子没白活。小霞。我看呢，你就代表村委会和海涛去谈这个事儿啊！你觉得腰杆子不硬，我给你找县长都行。不，主任，你看啊，海涛是您儿子，您跟他直接说不更好吗？那你不知道我们爷俩，我要一说，这肯定不行了。你说你能说清楚吗？是不是？我是可以说，我一说，人家一问我怎么说？我还能现打电话问你啊？那能行吗？还得你说，知道吗？哎，行，那我先跟他说去 啊。哎，你琢磨琢磨啊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探头探脑找啥呢？我们不找啥。你不找啥，跑我这干啥来了？咋的？你这还不让来了？你可以来，但是你走哪儿，你是不是敲敲门呢？你敲门？你这啥破地方还敲门？我上厕所我都不敲门。不，我这是厕所呀，我。海涛哥，论年龄呢，你是兄长；论阅历，你走南闯北。其实我不说你也该知道，我这个主任助理只是个过客，迟早是要走的。是啊，小陈村，你不可能干一辈子，天地太小。可是我又不想当过客，既然来了，我就想为乡亲们做点事儿。好啊，说说看，有什么想法？我知道你想再上一条生产线。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向银行贷款，小城村就是个银行，你可以让村民入股啊。让村民入股？是啊，
当然，村民入股和银行贷款的性质不一样。村民入股，你要一直分给人家红，银行贷款还了债就没事了。可是我知道，你海涛哥肯定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唯利是图？村民入股的意义其实不用我说，你心里要比我更清楚。于石啊，难得你年纪轻轻的，想问题能那么长远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刚回来投资红叶岭的时候，我就想过这个方案。可是后来我一想，这做生意有赚就有赔，万一要是赔了，也就意味着乡亲们半辈子的积蓄打水漂了。不过现在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应该说现在时机是成熟了，万一要什么意外的话，至少我陆海涛能扛得住。要是盈利了，如果盈利的话，那村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分红啊。又小农意识了吧。要是盈利了，我准备三五年之内红利先不分给大家，而是把它再变成公司的股份，这样用不了几年，小城村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哎哥，可是你集团是三个人的，另外两个人什么意见你还不知道啊？我相信这点觉悟他们会有的。再说了，一般什么事儿他们都会听我的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就挨家挨户做这个工作。好。王会计，俄罗斯那边客户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要天天盯他，知道吗？每天打一个电话。好，就这样，有消息来告诉我一声。好，好，这样款到了之后你要马上再给我打电话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又来看小华呀？不是，今天是来看你的。找我？那不是屈尊你了吗？屈尊的事儿多了，再说我就愿意跟下等人打交道。哎呀，可惜呀，有的人呢想给下等人当秘书，都当不上。李东升，咱们能不能正经谈两句话？我这挺正经的呀。你今天来我的办公室，我倒想问问你有什么正经话的要说。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说一说。这是我的办公室，没有人会打扰咱们。今天呀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最深的话你都说出来，说吧。我就是想知道赵国鹏为啥没有我，我怎么就不是这块料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让樱桃给你解释过了吗？你一个堂堂的妇女主任，我用不起呀，不大材小用了吗？李东升，你别瞒我了，你今天给我说实话，你如果是故意为难我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我凭什么要故意为难你呀？那么多人我不为难，凭什么为难你？这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。对，也许是我自作多情吧，这些天你让我特别难受，我心里很矛盾，我就是想知道咱俩之间到底有没有那种可能。什么可能啊？你都跟我说糊涂了。恋爱结婚。我不相信你会爱我，我不是二话屁吗？对，我承认当时确实没看好你，可是后来对你的印象慢慢改变了，而且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你已经当上了副总裁，我反倒对自己没有了自信。那你忙吧。兰心，我喜欢你。
我喜欢你。让他给失望了。哟，回来了，咋样？是不是碰个鼻青脸肿啊？正让你给说反了，海涛同意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不信你问他去。那可太好了。不愧是我儿子，这玩意儿就是大度啊。哎，主任啊，咱发个通知，让村民有个准备准备。准备准备啊，别急，我告诉你，等他落实了再说吧。我这玩意儿，又探头呢啊。嗯，哎，主任，嗯，你给我出出招呗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我咋给你出招啊？这玩意儿还得原汤化原石，不行你自己跟他摊牌呗，就这玩意儿。那我该咋说呀？咋说你就说。我看不上你，要是有缘的话，下辈再说呗。不是，那人家没挑明跟咱说，这话我说得出口吗？没挑明你就直接问他，你说你这啥意思？一天老探头探脑，你不影响我工作吗？你这玩意儿，你。那我可按你的意思跟他说了。说吧。哎，你可别说出我跟你出这招啊。村主任当的啥都管。小樱桃，你三番五次的找我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找你，你还不明白什么事儿啊？咱把话挑明了吧，你是不是对我有点那个意思？你说那个意思是啥意思？我是说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看，你这不是明白吗？还装啥糊涂啊！您就别挨累了，这不可能。不可能？为啥呀？因为我就不喜欢你。不喜欢我呀？我不好看吗？你以为好看我就会喜欢你吗？那男人不都得意好看的吗？男人和男人不一样，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的。那你喜欢啥样的呀？这不是咱们该谈的问题。夏雨石，我问你，是不是大领导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哎，没有啊，他什么也没说呀。没说就怪了，肯定是他跟你说的。我找村长去。哎，哎呦，我这嘴呀！大领导，你是不是跟夏雨石说啥了？我啥也没说呀，我。你没说。你看他看不上你，就是我跟他说啥了？你这，你没说就怪了，你又挑坏吧你，你怎么遭报应？我告诉你，这跟谁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揍你！我爸从来不打我，我气死你！我，你抽吧抽吧，呛死你！嘿，这孩子。这烟。这个夏雨石也是，你这玩意儿你跟他说啥？哎，三金，棒使我们的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。再见。这几点了？这孩子还不回来呢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你咋还不走啊？还有一个动作没做呢。啥动作？再见。
看来呀，这个事儿总算有着落了，这回可不能秃了扣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大姑回来啦。嗯，你咋这晚还不睡啊？真能熬夜。还没熬过你呢，干嘛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我跟李登生在一起呢。哎，情况是怎么个情况？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我把李东升拿下了。嗯，是你把李东升拿下了吗？还是小家巧自投罗网啊？不是自投罗网，就是我把李东升拿下了。拿下好，成功。哎呀，天不早了，快点睡吧啊，睡去吧。好。大姑，你也早点睡。哎，挺有派呀，这墙上挂个地图，你还成将军了？作家就指挥千军万马。你可别扯没用的了，你咋才回来呀？回来那早干啥呀？你回来早不干啥？你这五更半夜你开个车，我能不惦记吗？啊，爸，以后啊不用担心我，你儿子手把没问题啊。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啊，你当个总裁就这么熬夜？这要当个总统，你还不睡觉了呗？爸，我今天呢办了件大事儿。啥大事儿啊？我收网了。鱼跑没有？那么大一张网，能跑得了他？跑不了。好。耶。哥哥，嫂子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把兰心养大了，终于找了一个好婆家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大姑，啊，你咋不睡觉啊？啊，刚才大姑躺在那床上啊，就好像那床上有钉子似的，咋的也躺不住了。大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怎么。我知道你为我的事高兴，可是也不能不睡觉啊。对对对，睡睡，大姑这就睡去啊。嗯。你也早点睡吧。好啊。大姑啊，我含辛茹苦的大姑，你已经老了，就别再为我的事操心了，该歇歇了。慢点啊。对了，那个贷款的事怎么样了？哦，申请已经递上去了，正等着银行来审批呢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走个程序而已。好。哎，海涛叫我们来干嘛呀？不知道，进去看看。走，你小心点啊。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都坐吧。来，快请。今天的董事会呢，我来主持一下啊。主要是商量一下关于融资的事情。
融资？哎，不是跟银行贷款吗？怎么又变成融资了？我改变主意了，夏雨时跟我提了个很好的建议，我想采纳。什么建议啊？让村民入股。让村民入股？对，小城村有很多外出务工的，再加上很多经商的人，所以我想一条生产线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我们吸收村民入股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每年都要给村民分红啊？对呀，人家是股东，你肯定要给人分红啊。哎，那我们这企业是给谁办的呀？哦，给村民办的。我听你这意思，你还不同意是吧？我当然不同意，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却要放在别人的口袋里，那不是有病吗？不，佳琪，你这想法不对啊。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小城村的人呐。微风吹来，你的气息。